月亮的温柔让人陶醉，享受岁月静好。如果是猛烈的七个太阳同步出现在高空，您又作何感想呢？确实有民众拍摄到这个天文奇观，地点就在中国的成都。不少网民看到画面之后，忍不住在线呼叫后羿快来射日，一起尾随镜头感受大自然的奥妙。中国古代神话有后羿射日的故事，十个太阳射掉了九个，只剩下一个。但是就有成都市民在18号捕捉到空中同时出现七个太阳的神秘景象，令人啧舌。影片在社交媒体平台传开后，引起网友们热议。有人怀疑是玻璃反射造成，也有人戏称后羿射日的古老传说成真了，更在线呼叫后羿现身拯救人类。每个留言都发挥了创意，相当逗趣。根据拍片王姓女子叙述，在云层中一字排开的七个太阳只持续了1分钟左右便消失了。专家随后解释，这种奇景被称为幻日，是一种罕见的大气光学现象，通常出现在寒冷的天气条件下。当阳光穿过大气中的冰晶，经过折射或反射之后，就会形成多个太阳的幻象。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。